组207，看，开门了。这张床也太小了。妹妹，要擦脸。妹妹怎么不出来？我们今天来住外面的旅馆哎。今天是住温泉旅馆哎，我们来看看，这边就有一些备品啊，热水壶，还有矿泉水。厕所其实也是还蛮简便的，一个洗手台，一个马桶。那这边可以看得到外面，这边就是泡汤的地方，沐浴乳跟洗发精。可是那这边还有附什么？附一些备品，就是小吹风机。其实那饮料也只在边上。哦，还有牙刷，还有棉花棒、牙线棒，还有附梳子跟毛巾，就差不多这样子啦。好奇妹妹。我们来旅行，今天就住这里咯。妹妹，你终于出来外面住，感觉如何？加蛋是35，可能没加蛋是30吧，我没有仔细看。现在要来吃科氏葱油饼，像看其实觉得还蛮小一个，来吃吃看。开吃咯。可惜它冷掉了，可是其实还蛮好吃的。我觉得它的口感很 Q 弹耶，它跟一般葱油饼的口感不太一样，感觉它的面皮蛮扎实又 Q 弹，就是是手工擀出来的。是好吃的，难怪排队的人超多，因为我们今天光在那里排队至少应该有20分钟以上吧，还是更久。啊，妹妹，你怎么来外面也要点眼药水？看看眼睛，妹妹。妹妹第一次出来外面住旅馆啊，都11岁才第一次出来住。小妹妹第一次住的经验是好的，好吗？哇，小玩具耶！你的小妹妹也跟你出来住，来。耶，我们要来吃奶冻卷。会呀会呀，这个是草莓口味的哦，他说2天内就要把它吃掉，但我们怎么可能放到2天？但就是现在立刻吃，想切3等份。他妹妹也要吗？看起来蛮好吃。来泡温泉了，因为我们隔好久才来泡。哇，妹妹，妹妹，妹妹，你要来洗澡了，我们在泡温泉耶，你要一起来吗？你要泡吗？他没有兴趣，好跳。我们等一下要走去那边。前面有礁溪夜市，它就是在礁溪转运站的附近，我们可以去逛一下，带妹妹去逛逛，顺便买一下今天的晚餐。我不会从那学校出门了。
是不用一个小时就够，应该是半个小时。今天来吃鹅肉煎。啊，妹妹，带你来看看晚上的礁溪。我们住的旅馆。现在来泡猪汤，还蛮温暖的耶，因为现在的温度有42.3度，那这边有三个池，有20几度、40度跟42.多度，那这边的池好温暖哦。我明明就4个池，哎，有4个，我以为3个而已。我觉得走到脚酸来泡个汤还不错。但我觉得这个温度很可以，是冬天很好，泡起来很舒服，觉得不错，值得推荐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哦。